时候我拉出来。Thank you.
在那里让开过来，那个药店侦探觉得就可以了。好像就开两个嘛。
我待过去一点了。两个人去的，这个焊接的就把它拿下来。转一下吧。转啊。现在转一下。现在还要怎么开吧？看那个焊接。看见了，好吧，飘向一点的啊。好，反正你打得快嘛。差不多，反正就是全靠。那个也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。